嫁80后嫩男，45岁钟丽缇三度结婚，育有三女二年。45岁的钟丽缇感情路上一啲都不容易啊，两段婚姻都离婚收场，不过都没有打垮 Christy 对爱情的追求。上年就同小佢12年的内地演员张伦锡他咗，仲不时高调晒爱添啊。昨日 Christy 同男友拍《如果爱》第三季前，就在微博上面提到，现在没有如果，只有爱。如果爱第三季，你哋准备好未啊？呢头问完人准备好未，嗰头男友原来就准备好晒同佢求婚啊！喺节目录制嗰阵，突然拎出假肢单膝下跪，喺镜头前讲出爱的宣言，话你愿意嫁俾我吗？全场当然即时轰动啦 ！Christy 又惊又喜咁，最后就答咗一句我愿意。之后张伦锡就冲咗上去揽住 Christy 亲吻，真系恨死隔篱啊！